女孩忽然发现自己的手不对劲，皮肤下似乎有东西在爬，甚至整个身体里都有东西在涌动。她跑进列车上的卫生间，对着镜子一看，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涌动。很快，一些触手从她的身体里涌了出来，这些触手爬到墙上，把她吊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女乘务员听到了动静，她打开门一看就惊呆了，墙上有一个大肉球在蠕动，肉球周围有一些类似藤蔓的东西，这些藤蔓像血管一样还在跳动。好奇的乘务员上前查看，肉球里面生出一个大美女来。美女穿着乘务员的衣服混进了人群。另一边，几个人讨论抓捕实验室逃跑的实验品。为首的光头给大家介绍实验品的来历。不久前，天文台收到一条外星信息，里面包含一段未知的 DNA 序列。他们的实验室把这段 DNA 和人类的 DNA 结合在一起，然后注入到了人类的卵细胞中。这卵细胞马上就飞快地分裂起来，短短两天就长成了胚胎，一周时间就长出了所有的器官。在座的几位都是各方面的专家，但看到这样的事情依然大受震撼。最后培育出来的是个女孩，他们给取了个名字叫珍妮玛戴静。戴静满月就学会了画画，长着大小眼的老黑有通灵能力，看录像他都能感觉到戴静体内藏着某种东西。果然，光头很快证实了他的说法，戴静熟睡的时候皮肤下总有东西鼓起来，他们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，实验室拍片也看不出异常。只用了3个月，戴静就长成了少女。实验室感觉太快了，不可控，害怕的他们准备停止实验，用毒气杀掉戴静。没想到戴静直接打碎了防弹玻璃，从实验室里逃了出去，外泄的毒气反而杀死了工作人员。就这样，戴静顺了别人一个行李包，跟着人群混上了长途火车。在火车上，他偷了一大笔的现金，然后买了很多食物。急速发育需要很大的能量，就在他疯狂进食的时候，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变成大美女的戴金混进了城市，抓捕小队得到警方信息，很快也赶了过来。看着墙上的肉球，他们猜测这是个类似虫茧的东西，戴金破茧而出，说明他成了成熟体。戴金在城市瞎逛，橱窗里好看的衣服迷住了他，他马上进店买下了衣服。火车偷的现金还没有用完，换上礼服后戴金更漂亮了。他找了家旅馆住了下来，付款还是用的现金。进到房间里，他打开了电视，其他频道他都不爱看，但只要看到有帅哥的节目，他就会停下来。那些男欢女爱的画面他特别喜欢，看了一会儿他就受不了了。 Where's a good place to find a man? Well, plenty of guys at the inn around the corner. It's a club. You won't have any trouble meeting somebody there. Thank you. 戴静转身刚要走，老板又叫住了他。戴静看的那些节目都是点播付费的，老板要他结账，现金已经花完了。戴静拿出了乘务员的信用卡，老头刷卡扣费，抓捕小队马上收到了消息，警方把刷卡地址告诉了光头，几个人马上开车赶了过去。戴静刚走进夜总会，就有一个男人搭讪他，毕竟人家条件在这放着，但还没说上两句，另一个女人插了进来，非常绿茶的邀请男人跳舞。男人答应后，他说要先去补个妆，女人转身朝卫生间走去，戴静在后面跟了上去。到了卫生间，女人还得意地嘲讽戴静，说戴静好看也没用，照样没他会抢男人。戴静学着女人的样子搭讪另一个男人，主动提出要去男人的家里看看。抓捕小队赶到了旅馆，他们找老板要了监控录像，但这家的监控太陈旧，根本看不清戴静现在的样子。不过老板告诉他们戴静去了夜总会，听到戴静是要去找男人，几个人马上明白过来，戴静已经到了成熟阶段，本能驱使他想要繁殖生命。以他身上基因的生长速度来看，如果戴静配种成功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抓捕小队马上赶往夜总会，但留给他们的只有卫生间的尸体，女人的脊椎被整个拔了出来。而戴静已经到了男人的家里，男人飞快地洗了一个澡，戴静慢慢靠了上去，忽然他的脸色变了，人也开始往后退了起来。男人以为他玩欲擒故纵，没想到戴静提出要走，男人一下就火了，到手的鸭子怎么能让他飞呢？他一把抓住了戴静的头发，戴静看着也变了态度，迎合地抱住了他，然后一条舌头捅穿了男人的脑袋。抓捕小队又来晚了一步，看到男人还穿着裤子，他们松了一口气。那为啥戴静没有继续下去呢？生物学家阿珍给出了一个推测，
戴金或许有超级感官，他感应到了男人有基因缺陷。很快探员阿强就佐证了他的理论，男人有严重的糖尿病，需要打胰岛素才能控制。戴金在一辆车上睡了一夜，醒后他又来到街上溜达，看着青春活力的男青年，他眼馋的几乎走不动路。看到戴静伤得很重，跑车男把他送到了医院，并用自己的信用卡垫付了费用。医生检查戴静的身体，发现他的肩胛骨碎了，医生正准备安排手术，这时候怪事发生了，只见碎掉的肩胛骨自己长了回去，只几秒钟就完全恢复了原样。戴静站起来就要走，跑车男也惊呆了，这家医院是有什么神医吗？小队得到警方的通报，来到了车祸的现场，老黑感应到正是戴静出了车祸，他们赶紧跑到了医院。那个男医生说了自己的见闻，这一下他们确定了戴静来过这里。前台有跑车男的信用卡信息，阿强让他们把地址打印了出来。戴静和跑车男在泳池里嬉戏，阿强拿着地址很快赶到了这里。泳池里的两人都听到了门外有人。I think someone's at the door. Don't go. Please. I want a baby. What? Excuse me?阿强叫了半天不见有人开门，他自己绕到后院，看见男人的尸体飘在泳池里。阿强在院子里搜查了一遍，其实戴静就藏在栅栏外面，可惜他没有发现。队友赶过来检查了泳池，尸体上也穿着短裤，看来戴静依然没有成功。忙完后他们开车回住的酒店，殊不知戴静跟在后面。就这样戴静发现了他们的落脚点。阿强上楼的时候，他大胆地跑过来也上了电梯，阿强澎湃的荷尔蒙吸引了他，他想搭讪阿强，奈何阿强对他并不感冒。戴静偷偷跟着阿强出了电梯，看着阿强敲开了阿珍的门，阿珍爱上了阿强。在一个寻找外星人的夜晚，他们进屋后，戴静贴到门上偷听，门外听着不过瘾，他悄悄打开了旁边的房间，房间里正好没人，他趴在墙上听那边的动静，越听心里越煎熬。这时候卷毛回来了，他是小队里面的物理工程师，平时性格内向的他根本没接触过妹子，看见美女投怀送抱，他自然是马上就沦陷了。另一个房间的老黑感应到了不对劲，他来到卷毛门外，感应到了戴静就在里面。老黑赶紧敲开阿强的门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这边戴静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，本来卷毛还不相信，用手一摸才知道完蛋了。此时小队的其他人都赶了过来。几个人一路追到地下室，发现戴晶最后钻进了下水道，没有办法，他们也跟着钻了进去。地下管道四通八达，紧张的老黑暂时失去了感应能力，几个人只好分头寻找戴晶。汪头率先发现了异常，前方的水面一直有泡泡冒出来，他小心翼翼地拿枪靠了上去。等三个人赶过去的时候，光头已经领了盒饭，他们接着搜索戴晶。这时候老黑恢复了能力，他感应到戴静钻进了墙上的裂缝，戴静确实就在这里面，他已经到了分娩的时候，很快他就生出了一个小怪物。这裂缝是地震造成的，三个人爬进去才发现里面的空间超级巨大，像一个天然的山洞，地上还有一池冒出来的石油。三个人在洞里来回寻找，老黑忽然听见旁边有动静，他用手电一照，发现一块石头后有东西，只是离得有点远看不清。阿珍让他爬上石头去看，老黑走开后，那东西从石头后爬了出来，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小男孩，旁边有一个老鼠经过，男孩看着想要那只老鼠。老黑这时候终于爬上了石头，他看上面是一个小男孩，就轻声细语地哄男孩过去，男孩朝他也伸出了手。看见老黑摔在地上，阿珍赶紧喊阿强帮忙，着急的他一不小心滑进了油池。这时候男孩的身体发生了变化，老黑也明白过来男孩是个怪物，他拿着喷火器紧张的对着石缝，很快那个小怪物就跳了出来。
小怪物掉入油池点燃了石油，阿珍从里面却爬不出去。这时候变成怪物的戴静也跳了出来，孩子的惨叫把他引了出来。阿强走得比较远，听到动静开始往这边跑，戴静潜伏在他的必经之路上。等阿强经过的时候，戴静用触手缠住了他的脖子，阿强整个人被吊了起来，幸亏他身上带着刀。阿强拔刀割断了触手，断掉的触手像蛇一样，阿强扔到地上还会蠕动。阿珍努力从油池里爬了出去，但老黑扒着石头一直吊在那里。戴静跳下来又扑向了阿强，阿强拔出手枪直接来了一梭子，戴静也被打进了油池，火海很快就吞噬了他。阿珍阿强合力把老黑拉了上去，看着燃烧的油池，他们以为万事大吉了，放心的离开了这里，但一个老鼠把触手拉走吃了下去。